Hello, everybody！大家好，今天我又来做一个视频。现在是中午的时候，我还没吃饭，吃完饭，可能就没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录一个视频。那么炭在这边烧，然后呢，这边有3个烟碗。那么主要的今天讲的东西，可能很多卖家不会跟你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这一包是国产的，但这3包都是进口的。同样是进口的东西，但是我们抽过以后，就发现会有不一样，那怎么办？都是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一样的，但是却口感不一样，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地方，这是3个供应商给我们的货，那么我们会通过自己每一次每一批货进来以后，我们都会抽一下，然后觉得这个 OK，我们就会选择这个供应商，如果这个供应商不 OK，我们就换一个供应商，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这里是3个供应商，其实长期供的货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试抽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用这个新合金的钢管的壶给大家来演示的。是这样子的。那这三个呢，我们都已经把烟料都放上去了。这三个都是颜色不一样。首先呢，你把烟料做好以后啊，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普通烟锅上面不是有孔吗？你烟料放好以后，第一，你看自己是不是也没超出来。第二个方法呢，第二个技巧就是，牙签插进去，正好可以把中间里面的那个孔给捅到底，捅空它，然后你再把它放上来抽一抽，你就能测试出它通不通。那么如果它把那个孔堵住了，那就不通，对不对？不通的话，就说明需要去调节一下，就是松散度不够。其实松散的意思就是说烟料放在里面，但是它不影响进气和出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这个东西弄得不好的话，你抽烟会很累，然后又没烟，然后又很郁闷这样子。好，我们这个都试过的了，那我们首先来试一下，这个黑色的。那我们先把锡纸全部都盖上啊。为了保证这个每一个烟锅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用同样的锡纸，然后孔呢都是插的一模这个位置哦，这个有点歪，不过一点点没关系的，黑色的、黄色的，我们孔把锡纸全部都盖上，然后每一个都测试过，体验一下。其实你们也可以自己从每一个商家那边买回来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家，应该算是比较靠谱的卖家，因为我们自己也抽，你知道吗？因为只有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是如果卖家本身自己不抽的，他不了解的，例如说，你根本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然后你却在转发，你在卖，那你想，你买到的东西会靠谱吗？我觉得很有问题咯。就有一些代理商，他会找到我们说，哎，找我们代理，然后我们会有要求，或者说找我们合作，我们都会有要求。那我们的要求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去尝试它，去试它，去体验它，去了解它，然后你才能更加好的服务好我们的客户，对不对？那如果你都不买，你都不想投入一分钱，然后就想去赚钱，这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能卖出去，你是又坑了一个客户，结果这个客户体验不好以后，我们整一个阿拉伯水烟的这个市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代理的要求会有一些苛刻，其实也不苛刻，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主要是对一些不说这个废话了。好，我们这里都放好了，然后拿炭。对，为了保证公平啊，我这个炭炉这边放了10多20块炭，然后那用的时候全部把炭灰全部都敲掉，然后呢放放3块吧，因为出烟量会快一点。其实大家只是在看我抽，但其实我只是在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大家可以回去以后自己试。哇，烫！好，我们把这些炭灰全部敲掉，好，放在3个角落，接触面都差不多。这3个到时候这2个也是，等一下也是一样的测试方法。
我有一个习惯，都喜欢吹一吹。有一些视频呢，我看老外那边的视频教程，他会自己直接抽的。那自己直接抽，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你吹好。例如说，你上面吹一面，是不是都红了？哎，你把它换一面，那这样的话不就好嘛？我觉得在我的方法好哦。那具体大家自己看。好，试一下。好，另外就是这个玛雅的烟管呢，我们是加了一个烟嘴，这个烟嘴呢是特别为这个玛雅的烟管设置的，会比较好。啊，都是苹果啊。哦，抽了三口了。四口，五口哦，白天有七手，晚上好了，我抽过了，体会怎么样呢？暂时不说，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对比，好，把它放，好，把它换掉，我们把它换掉，然后抽这个，好，一样的，装刚才那几个碳，再敲一敲。热量就保持一致，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呢？以前学生物的时候，我老师教这个叫单因子变量法，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一样，就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颜料不一样，然后你就可以测出来颜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一样哦，然后我们再吹，和刚才的方法一模一样，一样的时间，大概的时间烘烤。其实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告诉大家，我们是比较靠谱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抽，自己也去体会。另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别的卖家那边买到的，可能也是进口的，但是你体验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卖家他没有做得像我们这么细致，他自己也去体验它，然后每一次每一个批次每一个产品我们都去试过以后再卖给你。那其实我们这边是更加专业，更加努力的去把水烟的体验做到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了，所以我们才会说专注水烟30年这种装逼的话说出来，其实是有我们自己的原因的。一口啊，两口。三口，四口，五口，OK。哎，我这样子抽了以后，发现这一个要比这个好。刚才这一个有一点点的呛的感觉，它不很不明显，因为刚刚开始，这个没有，然后味道很浓。好，我们再试这一个。我们可以先把烟吹掉，刚才没吹掉，会有一定的影响。继续啊，因为这样子，这种测试方法其实是比较花时间的。不知道我苹果3G 的这个容量够不够啊？一样的方法烘烤。吹一吹，然后换个面。哎，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想再抽一抽，所以再给大家录一个视频，这样子。好了，把烟吹掉先，先把烟吹掉，然后呢，好，试一下哦，一口啊，两口，三口。四口，五口，你看这个抽烟不够，为什么呢？这个碳，刚才你看一个月弄过来，碳其实热量在变小了，我们换一块，因为烟量不够就抽不出感觉，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还没烧透。好，这样子，这样子，好像不够那个，我们拿个打火机，注意把这黑色烧掉。好，把盐吹掉啊。是吧？好了，出原料多了太多了啊！等一下就不一样了。好，拿走。好，体会，你看我是抽出来一点点感觉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视频的时间比较短，然后我们再循环啊，再抽。因为碳总是会在不断的减少，它的体积在减少嘛，对不对？其实热量会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多抽几次，位置都没有换哦，不会乱掉。把烟先去掉啊。另外有个想介绍的，就是说，那这边看到这个，你看这个重量都很重的，哇，你看。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壶，然后我们现在价格都在打特价，很便宜。那你看这款壶，就这个，你看这个做工多好，然后你看都是，你看可以看到吗？你看都是螺旋的，然后你看这个喇叭口跟普通的水烟壶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然后你看这个瓶子，然后这个壶呢下面都有一个灯的。那这个灯呢以后用啊用啊不坏掉了或者不亮了，电池也不行了，我们就可以换。哎，你看就直接坏了以后我们会有另一个东西放在下面一样可以亮灯。然后我们卖这个壶呢，其实不跟大家说有灯的，其实很多时候，然后大家买回去发现哎有灯真好，然后发现不亮，那是你人品问题了。哎，我亮了，说明你运气好。但是其实我们发货的时候都会测试一下，然后发过去以后再坏，那这个就很坑爹了。然后这个灯其实不说灯的问题，我们继续啊。我觉得出烟可以的，但我看的角度跟你们看的角度不一样。这个是这一个是我刚才觉得味道不是很好的，就是有点点不好。其实进口三个都挺好的，比国产没得比，但是总是会有点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卖家才会去研究的问题了。其实我不把我自己定为卖家，我把自己定为跟大家一样也是体验者，我也在尝试，在测试，在试，在体会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然后可以把这种最好的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为什么老是录这么多视频的原因，因为有一些卖家就单纯卖点东西就好，他不录视频。然后，但我不一样，我觉得我要录视频，然后大家才能把这东西做好。那么我也很希望很多卖家去录视频，这样子的话，会把最好最优的方式给到大家，然后整一个水烟的行业才会发展的很好。那么就是说对于我来说也好，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也好，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做贡献，然后同时也是一种分享。因为本身我自己是程序员，那么程序员那边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说开源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说自由平等和公平是我们最想去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包括你玩游戏啊，或者说做什么事情也好，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第一，公平。只有公平以后我们才能做别的。如果不公平，如果你拼爹拼什么的，我会觉得你会很憋屈这样子。但其实这个说的有点多了。这一个呢，黄色这个我刚才说是最好的，比这个还好，比这个是稍微差一点。
然后抽了几次以后，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大家可以试一下。好，这个炭炉已经很猛了，我把炭炉先关掉，免得它烧坏了啊。嗯，这个很多东西大家买回去要自己去保护，自己去保养。本身东西好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如果你不保养，那就比较坑爹。例如说你买的是一个普通的壶，对不对？普通的壶它可能比较容易生锈，比较容易氧化，那么你就要日常清洗就要比较勤快一点。那么这种好一点的壶呢，你水放着是吧，我昨天抽了，明天抽了，后天抽了，壶都没水也没换，壶也没洗也没问题，但是你看情况嘛。像玻璃壶就更好一点，你可以放一个月，里面的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你心理上过不去这样子。好，我们再试上这个就 OK 了，就结束了啊。先把烟吹掉。好，时间有点久了，可能有十来分钟了，不知道这个苹果的那个够不够了。哇，这个有点小，我们换个大。这个对比的视频我一直都很想录，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录。今天正好趁一个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视频。有时候啊，一些热门的口味啊，突然间你发现来我们家，发现我们家的东西缺货了。其实是为什么？其实是我觉得进口的有的，就这三个供应商有货的。那为什么我不拿呢？因为有飞机，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就是说，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好，你知道吗？不好，所以我不想卖，我就干脆说没货，就这样子。就是说你发现有货肯定是没问题的，有没货的就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说没货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你买回去，你抽的不爽，或者说不舒服，或者说体验不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品牌的打击。就是我们输的烟具，虽然说很简单起个名字而已，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是专注30年，不是说我们做一天做两天给赚一点钱就好了，我们是坚持想把它做好，所以品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客户的体验和反馈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可以加我微信然后跟我们沟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啊，你看其实小一点，但是它出烟量更大一点哦。你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好，测试完毕啊。好，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个防风罩，又一次介绍，这样的防风罩挺好的。其实大家测试的，其实自己大家抽的时候啊，不用换三块碳，三块碳太猛了，我只是为了出烟量多一点。好，就这样子啊，收工。